Let the special program begin. How long can we stay awake? Watch it all fall, yeah, we watch it all okay, break. Okay, so this is how we distract ourselves. How long till we all fade away? I believe this is the music video. How deep are we gonna sink? Before we know it, we'll be losing our dreams. How deep before we all fade away? So where do we go? And of course it's in Chinese. This special program is definitely pre-recorded, by the way, from the look of things. FYI, I'm watching this live, by the way, as you can see at the bottom right over here. I'm watching this live. You better run, you better hide inside the eye of the storm. I believe this is the very first time Horiverse used a heavy metal song in their game, right? Oh wait, there was one, Genshin's Dihya character demo. Oh, 欢迎收看绝区零前瞻特别节目。 大家好，我是你们老朋友大伟哥。 Hello， 大家好，我是绝区零制作人郑宇。 刚刚短片的打斗啊，真是张力十足，感觉爽极了。是的，在绝区零的开发过程中，我们努力想要做一款让玩家爽的游戏。就剧情来说，我们希望为大家带来。I believe he's the guy that will appear in the special talk with the guys from Capcom. 在绝区零中，我们觉得应当把选择权交给玩家，无论多么用心打磨的内容，大家都可以自行选择是接受还是跳过，这样才爽。那具体剧情是什么？ 不要着急，看完这个短片，我们再来一起揭晓。A disaster that devours the world, the hollows. What should you do if you're trapped in a hollow? Legendary proxy. Okay. Hollow added investigation. All right. The music, man. Holy crap. Apocalyptic Neverland. Immersive narrative. Okay. Action-packed novelty. Triple N. Welcome to New Eridu. Alright. 大家好，我是绝区零的编剧九九，欢迎大家来到新爱丽都。即使外界已是末日，文明的火种还在这座城市延续，在这里你依然是安全的，只要你不进入空洞。所谓空洞，就是这漆黑的球体。 它是一种未知的高危超自然灾害，也是让世界沦入末日的罪魁祸首。它的内部空间失序混乱，宛如迷宫，普通人进入一定会迷失其中。此外，空洞内还会产生名为蚁骸的怪物，它们强大、危险，并且对一切外来生命都充满敌意。而比迷失和怪物还要可怕的，则是空洞内产生的神秘物质蚁肽。 它带有强烈的异化侵蚀能力，
会逐渐将困在空洞内的人转化为遗骸。任何智慧生命，甚至是搭载了广义上的智能硬件的机械，都无法逃脱。不过，万事都有其两面。以太在带来诅咒的同时，也是一种稀有资源。Okay. 新爱丽都正是依靠着采掘和利用以太物质的技术，才得以成为末日中的奇迹之城，发展壮大。对以太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催生出了空洞调查协会这类职业行会。他们有着新爱丽都的官方支持，会定期派遣调查员进入空洞内进行灾情调查和资源的采掘，是新爱丽都空洞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除了专业机构，还有其他各式各样向空洞发起挑战的奇人异事，比如神将。这些人呢，是空洞探索方面的专家，专注于研究让人们从空洞中平安脱离的方法，是串联起空洞探索的关键人士。而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哲林兄妹正是一位神将，而且是拥有独特本领，在业界颇有名气的神将法厄同。每当接到委托时，兄妹俩便会化身法厄同，与各类身怀绝技的搭档们一起向空洞发起挑战。绝去灵的故事便从这里开始。Okay, we got one faction. Maybe have another faction. I don't think I've... Okay, I've seen the mates before. I've seen this one before. And of course I've seen this one before. Hmm...这些各具特色的团队就是哲林兄妹负责指引的合作搭档，是亲赴空洞一线的代理人们。怎么样，大家是不是看到了不少熟悉的身影？ Yeah. 比如万能事务所狡兔屋。Yeah. 作为在新爱丽都街头摸爬滚打多年的老字号，他们靠着机灵狡智在这座城市里捕捉机遇，左右逢源。还有工程建设行业里崛起的新秀白旗重工，以勇气、技术和团结挑战空洞，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名誉和声望。我们当然不能忘记维多利亚家政，在现代都市里为客人们奉上古典家政服务的非古典家政们，优雅总是和神秘相伴，他们的故事还等着你我进一步揭晓。除了这些让人安心的老朋友，我们还有许多新伙伴正热切期待着与大家见面。他们中有些来自维护城市秩序和平的安全，向所有遭遇困难的市民伸出援手，不论是在空洞还是在街头。有些则来自处理空洞灾害的特化机构，作为应对未知挑战的精锐小队，他们是新爱丽都侍奉灾难的长刀利剑。还有些甚至在都市之外，乘着机车和重卡自由驰骋于外环旷野，拥护着一套独特的生活方式。还有一丝不苟的防卫军士官和他的小队，以及先前惊喜亮相的小小偶像。除开上述已公开的内容，我们今后还有更丰富的故事和全新的阵营等待着和大家见面。不过对未来的畅想先放在一边，眼下委托已经收到，代理人们也准备完毕，让我们先欣赏下大家的身手吧。Arcade style? What the heck? Okay.说起绝区灵的战斗模块啊，大家也经常提到爽这个词。那对于构建爽这个概念，绝区灵制作组是如何思考的呢？首先从制作维度上，我们认为爽这一件事一定是先建立于动作表现和打击反馈。我们在战斗表现设计的核心追求是极致的细节和恰到好处的表现。比起夸张的特效或者随意的赠品，我们更倾向于以帧为单位去校准和打磨所有的动作和特效。相信只有让画面干净，才能够充分向大家展现动作之美。也就是说啊，优秀的打击感是不能错过一点细节的。是的，为了让神将更容易地获得爽快体验，在进攻的行为上，我们设计了连携系统。神将操作代理人攻击敌人，会使其累积失衡槽，也就是那个黄色的支援条。当失衡槽积满时，且释放相应的攻击后，敌人会进入失衡的状态。
此时神将可以选择带领对应的连线技能。Yeah, I see, I see.当然，除了在进攻端上为神将提供爽感，我们也在防守端上给大家提供更多的选择。So the enemies not only have a HP bar, they also have a stun bar as well. The orange bar. 我们切换到你的，就会触发相对应的极限支援。极限支援不但能打断敌人的动作，触发极限支援后还能进一步追击。我们希望能在进攻和防守侧都拉满节奏和爽感。这套战斗系统啊，听起来很新鲜刺激啊，真想试试。但根据敌人的行为去做反应啊，这件事情会不会有点复杂呢？这就是我想补充的，绝区零提供爽感的最后一块拼图，低门槛，高上限。我们所有的设计都想让没有动作游戏经历的玩家也能获得爽感，同时，对于有动作游戏经历的玩家，我们也能提供足够的上限。这件事情我们有充分的自信。那人人都可以轻松体验到爽快刺激的战斗了。没错。大家好，我是绝区零的策划小歪。仅仅只有上面的战斗系统还是不够的，为了挖掘更丰富的战斗体验，我们还设计了许多具有不同战斗策略的代理人。这次公测版本我们也将推出两个全新的代理人。在刚才的视频里啊，我就已经注意到了。是的，请看。派派在开工之子阵营中担任司机，作为物理属性异常特性的代理人，他能逐渐为自身累积动力，最终一举消灭敌人。And then we have 火属性支援代理人露西，则可以带领亲卫队小猪痛击他的敌人，并为全队代理人提供增益效果。角色演示啊，看得我真是意犹未尽啊！除了这两位代理人呢、啊？还有其他代理人可以再展示一下吗？没问题，那我们再看看这两位。Never seen this one before. 对 ，she definitely looks like a gunslinger. And then another mate. Yeah, this. Is that a shark tail at her back?Is it a shark tail on her back? 艾莲是冰属性强攻代理人，具有强大的战斗能力， Voice actor 是维多利亚家政队的武力担当。Then, 而朱渊作为以太属性强攻代理人，他的爆发输出能力更为人称道，其干练的职业态度在治安局内也是有口皆碑。July 24th, okay. 另外，本次公测版本新增了主线第三章与维多利亚家政相关，以及。二章间章和治安局相关的故事，艾莲和朱渊也将在其中登场。对了，大伟哥，刚刚场上活跃着的邦布，实际上也可以在战斗中起到辅助作用。邦布，你是说那个小东西？对，在设定中，邦布是一种应用非常广泛的个人智能设备。在新艾利都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可以碰见形态各异、用于各种用途的邦布。那这些邦布能参与战斗，进一步的强化爽感吗？当然。在战斗中，邦布不仅会根据场上的局势主动使用技能参与战斗，同时也可以参与到连携机的触发当中了。邦布又可爱又能打，一定讨大家喜欢。没错，为了呈现出最好的效果，我们对邦布的动作和玩法也是再三打磨，花了很多心血在上面。花了这么多心血，邦布还不做商业化，是有什么考量吗？没什么特殊原因，就是为了爽。哦，感觉绝区零真的很有个性啊。不过虽然邦布可以免费抽取啊，但邦布券能从哪里获得呢？邦布券主要通过游戏的活动和玩法获取。根据之前测试中神将们的反馈，我们增加了对应活动邦布券的奖励。此外，大家之前反馈不爽的邦布池歪的问题，我们也进行了改进。以后邦布池不会歪了，大家也可以在调频中自选喜欢的邦布。OK。I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that the beta is confusing. 大伟哥，要不要也试试拍板？好啊。Because I didn't get into the beta. 啊 ？What the heck? Coffee beans?
Excuse me. Oh, wait. Body, what? What's with the detail, man? What the hell? What's with the detail? Cough Cafe. 你们怎么还给心爱的咖啡店做了广告？是的，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态度。当绝趣灵被放入市场与其他产品竞争时，我们希望能在大家心中留下一个非同寻常的烙印。所以我们在很多细节上加入了设计感和趣味性。因此 That's way too much detail, buddy. 都试图以最有魅力的方式去呈现。Way too much detail. 只有足够用心和精益求精，才能够让神将在游玩时感到爽。而作为创作者，我们发现这些细节能够引起大家共鸣时，自己会感到满足。大家都爽啊！于是神将们和绝曲灵的双向奔赴了。那这次新爱丽都啊，都会迎来哪些变化呢？这次新爱丽都会迎来超乎想象的重大更新。可以这么说，过去神将的活动区域仅仅是公测的一半左右。只有一半吗？意思是游戏面貌是和上次测试截然不同了？是的，随着活动区域的拓展，不但意味着我们有了更广阔的蓄水台，也代表着我们可以给到神将更有层次的内容体验。新开放的光影广场、各类特色的活动区域，以及主角生活的六分街，共同构建出了一个更具象化的新爱丽都。当然，尽管亮上去了，但绝趣灵一贯强调内容精度，我们仍然会提供细腻动人的人文感受。我们就先从主角工作室 Random Play 的变化说起吧。这次我们为哲和林新增了二楼卧室。哦，神将终于能在床上睡觉了。根据角色性格的差异，两个卧室的装潢也是截然不同。这就睡了？是想暗示睡觉了也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吗？嗯，除了休息这个功能以外，我们还进一步强化了代理人信赖度事件的代入感。范围也不局限在二楼，刚刚我们看到的新爱丽都各个角落都会有类似的事件等待神将的挖掘。那是不是将来有一天啊，可以主动邀请代理人见面呢？不用等将来，这次我们就能够通过私信的方式主动邀请代理人。哦，喂，接下来我们就和朱渊在新地区光影广场碰头吧。We can hang out with the characters? There's some personal stuff over there, right? There's some personal stuff over there, even though I've not played Persona before. But it's giving off Persona vibes. Oh? But I'm kind of worried that the characters are神将们可以咨询妖姬长官，也就是这个大玩偶，通过他可以知道一些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前面提到这次会有更多趣味性的体验，有什么可以先和大家分享的吗？在新爱丽都街道的各个角落都有着等待神将救援的帮布，以及需要去探索寻找的卡格车。聊了这么多啊，其实我们可以回归到玩法。这次绝曲灵的玩法有哪些更新呢？那我们就先从零号空洞这个玩法开始。首先，我们为零号空洞这个长期玩法特意定制了一个专门的场景，也就是现在我们眼前的斯科特哨站。Scott out. 远处那个巨大的空洞就是零号空洞在游戏内真正的样子。这比我想象的还要震撼呢。但制作组是出于什么目的啊，才会为了一个玩法去制作一个场景呢？我们相当重视大家的长期游玩体验，除了更新基本的挑战内容和高额奖励这个思路以外，我们也希望零号空洞成为我们游戏内容呈现的一个重要舞台，甚至有关键代理人的剧情也会在此处展开。同时，零号空洞也会涉及到我们游戏内底层的世界观，在挑战高难肉鸽玩法的同时，神将们也能通过它进一步了解新爱丽都不为人知的秘密。那就让我们来看看具体的玩法吧。
有些灵犀的。刚刚闪光是什么情况？我获得了强化道具？没错，在零号空洞内可以通过战斗或事件获得强化道具明辉。没错，当持有四枚同类型的明辉时，还能获得一个额外的强化明辉，也就是刚刚看到的闪光。这个事件看上去好像不一般。随着与代理人之间信赖度的提升，在零号空间内也可以触发更多有趣的特殊事件。它不但能带来专属的强化效果，还能进一步帮助神将了解代理人在空洞中独特的一面。前面我们看到的信赖度系统啊，还会影响空洞中的代理人，这可太有意思了。是的，我们的愿景是，不管是信赖度的街角，还是零号空洞内的事件，我们都尽可能让人物与周遭环境产生更多的联系，为大家呈现一个更真实的世界。这也是明辉吗？看这个样子，似乎和前面提到的邦布有点关系。是的，大家也可以在零号空洞的探索内以明辉的形式获得他们的帮助。那岂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无成本在零号空洞内体验邦布？这的确是制作组的理念，希望我们制作出的内容尽可能给神将带来体验，而不是负担。啊，看来这也是可以提高神将们爽度的一种形式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 BOSS 战，结束本次探索吧。Right, boss battle.I think it's a different boss fight than the one Max Million. Yep, it's a different boss fight. It's an entirely a different boss fight. Jeez, it's giving me Devil May Cry boss fight, man. That's a matter of fact. Yep. This is giving me Devil May Cry vibes already.我在想啊，绝区林主打的体验是战斗，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期待更高规格的关卡？没问题。实际上，过去我们一直在关卡上进行各方面的尝试，其结果就是拉力委托，我们提供了更连续的关卡体验。除了战斗以外，我们还尝试拓展一些场景交互机制，并且融合了一定叙事元素。将来在实际尝试时，我们也会用这种形式去升级原有的玩法。难道说这些走格子的玩法为了有一天都会变成真实的场景关卡？这是我们在关卡上的追求。绝区林在各个维度上持续进化，我们希望在体验上给到神将信心。简而言之，就是可迭代的爽感。我们会在玩法上持续投入精力，为各位神将带来更好的体验。好，感谢小歪的分享。我相信绝区林的同学们会不断给大家带来惊喜，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Alright, what's next?Now they have covered the combat mechanics. 前面已经说了很多关于爽的事，但我总觉得还差点什么。我懂，道尔哥，既然铺垫了这么多，我也为大家带来了这次的公测福利。啊？这次我们为大家准备了80抽的角色券，另外再加送80抽的颁布券。那岂不代理人铺钱送了？我的别墅又被拆了。这也是为了让大家能更爽的玩我们游戏吧。那大家觉得爽不爽？大哥，其实今天还有一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嗯、我觉得还不够爽，要不我们再送20抽吧？大家说好不好？为了神将们能爽，送 Stop! 都可以送。Stop! 谢谢大伟哥。Stop! 让我们再送20抽。那福利到这里就结束了吧？还没完呢，大伟哥，还有一份薄利，别忘了。哦，对，除了上面的公测福利啊。为了感谢大家今天的光临直播，还准备了公测专用的兑换码。各位神将可以在游戏上映后领取，大家可以啊先截图保存。OK, valid until July 11. Good. 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其他公测内容及奖励啊，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社交媒体账号来了解。100 free boost. Excuse me. 也已经开启，感兴趣的神将千万不要错过。从筹备这款游戏经历多年，绝区林终于与大家见面了。我作为绝区林的制作人，衷心感谢各位一直以来的支持，欢迎大家给我们多提意见，我们跟大家一起把绝区林越做越好。大家给予我们的耐心和陪伴就是我们最好的支持，谢谢。一步一个脚印啊，我也见证了我们新团队的成长，踏踏实实给大家提供真正的好的东西，也终于要迎来绝区林上线这一天了。绝区林将于7月2日开放预下载，
第一张是全平台公测，欢迎各位神将来体验新爱丽丝的都市冒险生活，我保证绝不会让你们失望，一个字，爽就完事了。七月四日，你还有全新都市动作冒险游戏《绝区零》，让你爽个痛快。我们不见不散，拜拜。Well, that was pretty short, short and simple. Okay, look. Apparently, we're not done yet. Alright, let's move. Yo, yo, yo! Sunless Zone Zero is going online. Tons of freebies are up for grabs. Yeah. It's Pip. You forgot to mention the Boopon. That's a lot of stuff. Obtain 100 peoples and 80 extra Boopons. I don't know what Boopons is though, but holy crap. 100 free pools on day one? Holy crap. I am definitely jumping right into this game on July 4th without a shadow of a doubt. And I think that's pretty much the end of the special program for Zenless Zone Zero version 1.0, I believe. So to wrap this up, for those of you guys who want to check out Zenless Zone Zero, I will put the link at the description down below. Or you can head over to the HoYoPlay application where you play your other HoYoverse games such as the likes of Honkai Impact 3rd, Honkai Star Rail, and Genshin Impact. There will be a Zenless Zone Zero section where you can not only check out the details over there, but I believe you can head over there to pre-register as well. And also, congratulations to Zenless Zone Zero for reaching 40 million pre-registrations, if I'm not mistaken. So I will definitely jump right into the game without a shadow of a doubt once the game drops on July 4th. Anyhow, thanks for tuning in. I will definitely be back for more. Not only other Zenless Zone Zero content, but other content as well, such as likes of Honkai Star Rail and other games as well. So we'll see how it is. But until then, thank you just for watching. My name is AJ,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in the next video.